宜灵性以登善境，当无疑问。二人虽不为万物之灵，其实是很脆弱的。自从生在这个世界上，就难免天灾人祸的威胁。甚多以求道者，在遇到人力不可挽救之危急情况下，诚心使用三宝，皆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这种例证多得不可胜数，无法在此一一例举。以上两点虽然极为宝贵，但却是任何人只要一求道，借着上帝的天命宝贵，立刻就可以得到的保障。此后就随个人的诚心智慧及对真理之实践，而有或深或浅不同的体验了。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希望各位具有善根，有机会能得闻大道的先生女士，皆能入宝山而满载而归，皆能求道而同真善境。 Introduction to the A